猛火啊！那个是老汤是吧？对。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是肉汤啊，看上面一层的花椒，肉汤加进去，所以说这个味道你可以想象得到啊，肯定很棒的。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临沂的上野啊，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几个大集之一啊。这个地方是依山傍水，有一条小溪，特别的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啊。这里呢有一个炒菜摊啊，一个小伙啊，小胖一个炒菜摊啊，这边呢超级干净的一个炒菜摊啊。我们今天来这边看一下，我们要几个菜，尝一尝这边的炒菜。哎，大姐，我来份炒菜，能不能大哥讲一下现在这个都是什么价位的？这你像这个土豆丝这种素菜是多少钱？现在6块一份哈。哦，不贵啊。这个是猪头肉吗？对，自己煮的。自己煮的猪头肉，口条干儿。行，我们来份炒猪头肉，猪头肉配着这个炒辣椒。对，配着点辣椒，对，稍微来点芹菜之类的，就是给我们炒一个这个，炒一个猪头肉。这个是菠菜是吧？菠菜看着也挺新鲜。然后再给我们素炒一个菠菜，行，也可以啊，以行，我们就两个菜就可以。好的，好，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大集的一个炒菜摊啊。我们之前来过，我们去年好像来过一次，来了次当时是实践集啊，也没有吃，然后我们在有好多这个朋友就喷得我们体无完肤啊。行，我们今天来尝一尝这个炒菜摊啊。猪头肉，来点猪头肉，再给我来点这个是猪肝哈，稍微来点这个猪头肉，猪肝。这猪头肉也是你们自己煮的啊？对。我们素炒一份菠菜哈，来点肉，来点素，对，来在这吃，大姐，荤素搭配着来啊。这个火还是很旺的啊！哦，这个小哥还是很舍得呢，一盘子青菜几乎干掉一大半啊，又放进去一些，哇，有感觉啊！这地方烟火气很浓了，看没有？火很旺，这种大火炒出来的菜味道都不会差。这个是蚝油挂，嗯，猛火啊。那个是老汤是吧？对。哦，看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是肉汤啊，看上面一层的花椒，肉汤加进去，所以说这个味道你可以想象得到啊，肯定很棒的。哦，好，盘子。这盘子也有年代感了啊！哇，出锅！漂亮！素炒清炒菠菜啊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最健康的炒菜了。好，然后刷锅，紧接着炒我们另外一个。行，随便放一个地方就行，大姐。我们另外一个菜，哇，这个火真的猛啊！哇，这分量太大了，太多了，确实太多了，因为这一份根本炒出来这个盛都盛不下。哎呦，辣椒、葱、蒜、花椒，哦，蚝油，哦，忘了，我忘了讲一点，他这边放醋了，我其实不喜欢吃醋，忘提前跟老板讲了。老抽，哇，这个猛火啊！哇，哎呦，过瘾！现在怎么炒？怎么好吃怎么炒啊？
所有的菜都你自己搭配，你想跟什么炒，你可以跟师傅提前讲，不喜欢吃什么提前说就可以了。哦，看这生意。漂亮，这火真的是太大了啊！这大哥两个人要了四个菜，差不多，我估计再有个1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放上香菜，好，放点淋点油啊，好，出锅。香啊，就闻在站在旁边都闻到这个香味儿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掉了一块就不要了。好嘞，哦，漂亮，我们的菜啊，好嘞，好，谢谢啊大姐。哎，哇，两个菜啊，这个是素炒菠菜，这个是炒猪头肉啊，过瘾吧。猪头肉放了点青椒跟芹菜啊，搭配着芹菜颜色会更好，青红椒。哦，你们这有散酒吗？老板有散装的酒吗？都是成瓶的。都是成瓶的，来瓶成瓶的吧，小瓶的沂蒙老乡吧。这是沂蒙老乡啊，5块钱，多少钱现在？还是5块啊，5块钱的沂蒙老乡啊，来瓶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菜有点硬啊，所以说来点酒啊，我轻易不喝酒的啊。今天我没有开车啊，没开车可以适当来一点。这地方有杯子啊，看这很干净啊，直接在水里边泡着的，蚊子也叮不到，看到没有，适当刷一下，来个杯子。哎呀，行，沂蒙老乡浓香型白酒啊，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喝这个白酒了，来杯啊。沂蒙老乡这个酒啊，也就在山东临沂这边地区啊多见一些，其他地方应该很少见的浓香型的白酒啊。这个是我看地方哪个地方产的，山东临沭啊，临沭那边产的。行我先尝一口啊，先来口酒啊。浓香型的白酒，哇，过瘾！看这个猪头肉，够肥啊！哎呦，我喜欢吃的就是这种，肥肥的，然后带点辣椒的。我晚了一步啊，我不爱吃醋，不放醋就好了。它应该是放了点醋，我尝一口啊。嗯，还好，醋味不浓。嗯。满满的胶原蛋白啊，太香了，这个吃的辣椒也刚好，也不是特别特别辣，但是有那股辣椒的香味啊，刚刚好。嗯，菠菜呢是我喜欢应季的一些东西啊，这个菠菜其实嗯刚刚好，稍微有一点点的老，如果再嫩一点点就更好了啊。哦，再来一口菠菜，看这个汤，它这个汤是老汤啊，煮肉的汤做出来的，它能不好吃吗？嗯，我们让老板加了点这个猪肝啊，这个是猪肝，猪肝、羊肝、牛肝我都吃过了啊，我喜欢吃这种味道。我们看一下他们大哥都是点的什么菜啊，自己煮的猪头肉啊，他们这个摊位是真的干净啊，你单看他这种刷的这种盘子你都能看得出来的，每个都是区分的很
开，而且一尘不染，看到。口条，嗯，你分这种饭了吧？这大哥自己就来挑选自己想吃的肉，看。哦，要了一个。这是狮子干。哦，狮子干。嗯。哦，我明白。狮子根啊，看着跟舌头一样，其实它不是。大厨是自己下厨啊，自己来，自己拿了一块，看，可见啊，都是经常来这边喝酒的。看，我们也吃完了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。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农村大集的炒菜摊啊，看那边还是用芦苇围起来的一个小院，旁边就是一个小溪啊，漂亮。看这个。大叔跟大爷啊，来了三个菜，来了两瓶啤酒，一瓶白酒。山东人还是很能喝的啊，看这边，看，特别接地气，接地气。看那边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你可能给大爷要了一个包子，一瓶酒啊。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，我这里面还有压水井啊。这是一个压井啊，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了。这个稍微加了点一些水啊，它就可以把里边的水给引出来，一压一压就可以了。地下水啊，90后应该之前都见过，00后啊，或者说在城市里边居住的可能就没见过。行，多接地气的一个农村大集啊，依山傍水啊，漂亮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喜欢的话点关注点赞，再见。